10月4日，谢依霖在微博上晒出大肚照，图中妊娠纹明显，但谢依霖表示并不在意。很多前辈说长妊娠纹是看体质的， whatever， 这些都不是重点，人生就是要有这种甜蜜的烦才有趣。据经纪人透露，谢依霖的预产期约在11月，但孩子性别暂时保密。对此，网友纷纷表达了自己的鼓励与祝福，母爱最伟大，加油 ，hold 住妊娠纹，辛苦了，祝宝宝健康成长。